2018时尚杂志制作 JQ 年度人物盛典活动举办时间2018年9月8日下午6点活动内容制作 JQ 杂志活动地点上海市船厂1862时尚艺术中滨江大道1777号9月8日下午6点2018时尚杂志制作 JQ 年度人物盛典活动在上海市船厂1862时尚艺术中滨江大道1777号如期举行。参加此次盛会的又各行各业为社会做出极大贡献的各界人士，包括赵薇、白宇、邓伦、杨颖和蔡徐坤、王中磊、武大靖、惠若琪众多巨星云集，捧回了相应领域的大奖。其中蔡徐坤获得年度新人，并与五儿子为特别舞台给大家呈现一场视听盛宴。凭借偶像练习生 C 位出道的人气，偶像蔡徐坤一直拥有居高不下的人气和热度，受到众多的关注和喜爱。祸福相依，随之而来的就是漫天的质疑声。对此，蔡徐坤默默地用行动向那些质疑声发出了对抗。在繁重的行程间隙，推掉了很多工作，潜心原创。8月2号，蔡徐坤20岁生日当天，包含他3首原创作品的全新的 EP 一发布，迅速抢占各榜单榜首，堵住了那些质疑他能力的悠悠众口。随后8月23号，在录制中国音乐公告台当天，蔡徐坤第5首原创歌曲 Wait 发布，并且他用1个月的时间准备一个完美的打歌舞台为五儿子打歌。这个舞台也在9月7日爱奇艺播出，舞台效果非常酷炫。蔡徐坤一展细节控形象，每一个方面都力求自己每一个舞台不留遗憾。今天举行的制作 GQ 年度人物盛典，蔡徐坤凭借实力获得制作 GQ 年度人物盛典的年度新人奖项，实至名归。五儿子 Wait 为特别舞台给大家呈现一场视听盛宴。自出道以来，蔡徐坤的成就和进步有目共睹，花花世界静守己心是他的座右铭。期待蔡徐坤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，图人见水印。